米里，听我说好吗？告诉瓦利亚回学校去，战争的事和他没关系。哦，亲爱的霍夫曼，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？帝国的命运怎么能和我们没有关系呢？是瓦利亚自己做出的决定，他已经到军队去报道了。米里，阻止他，一定不让他去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军队为什么幼崽？大量的征兵吗？ 元首要对苏俄宣战，我们的儿子要被派到苏俄战场上去，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。我就猜中了。上帝呀，瓦利亚终于有了报效元首的机会了。亲爱的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在把我们唯一的儿子送上死路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在怀疑元首吗？别忘了，你是帝国的将军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 知道将军在弹奏谁的乐曲吗？我对音乐一窍不通，我从没听过他弹这个曲子。这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《悲怆》。难道将军也有悲伤吗？一言难尽。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金玲小姐，将军的朋友。您好，您好。 让金小姐在这儿等一下，你看看将军是否方便？可以。我还有几件紧要的公务要处理，我失陪了金小姐。谢谢您。请您稍等，我去通知将军。将军，有事吗？有位金玲小姐要见您。哦，金玲小姐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不，还是我请她进来吧。 啊，金玲小姐，将军，真高兴你能再来，我以为你把可怜的老霍曼给忘掉了。<笑>哦，快请进，请，请，谢谢将军。将军要咖啡吗？啊，不，拿一些水果来。金玲小姐非常爱吃水果，快去吧。好的。 霍夫曼将军，您的琴弹的比以前更有激情了。难道将军也舔到了贝多芬雄壮的悲伤了吗？哦，现在你也懂得贝多芬了，还记得我们两位音乐家的事争论了吗？当然记得，应当是说中国的音乐家太少了，德国才是音乐家的摇篮。<笑>可当时你撅着嘴，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。<笑> 您说出许多著名的德国作曲家，巴赫、海顿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舒曼、门德尔松，一大批音乐家的名字。可当时我根本谁也不认识。但是你很不服气，梗着小脖子跟我辩论，说德国没有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、花鼓戏、黄梅戏，还有川剧、豫剧和秦腔。对对对，但后来我都看过这些戏了。<笑> 所以你是我对中国艺术了解的老师。<笑>你说的那些作曲家的音乐，我也都听过了，谢谢您。金玲小姐，你到底是长大了，能够体验到大人内心中的悲苦了。将军，我25岁了，现在我的祖国是一片焦土，我能体会不到悲怆吗？ 只是我不太理解，您心中的悲怆是什么？是帝国的吗？还是您个人的？将军，我感觉到您的笑容也是苦涩的。你是胜利者，占领军。有悲怆的应该是比利时人，是多盟的居民。金玲小姐，
请你告诉我，你今天到这里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多梦的事情而来的吧？我从多蒙来，一路上体会到的就是这份悲怆。将军，那天被你们抓去的四个人已经被盖世太保判处死刑了。请别谈这些了。你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谈论战争是多么可怕。将军，您忘了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是您第一个跟我讲的战争。当时您说，您虽然是军人，但是您并不喜欢战争。当时我一直缠着问您为什么，可您就是不告诉我。可是我记得很清楚，您给我讲了中国历史上扬州十日的故事。金玲小姐，你的的确确是长大了。我给你讲那些故事，只是希望你长大以后做一个正直的人，而不是希望你参与战争。将军，您认为我今天不正直吗？您认为多蒙的四个青年和扬州十日有区别吗？您处置他们死刑是正当的吗？金明小姐，你要和我谈战争的事情，我只能用一个将军的口吻回答你。我今天累了，如果你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，那就请不必再说下去了。不，将军，您听我说，不必再说下去了。不行。将军，拉丽特小姐，金玲小姐要走了。金玲小姐，我曾向你的父亲承诺要保护和帮助您，但是这是私人之间的友谊。但如果你因为这个就以为能说服我放弃我的职责，那您就是看错我了。那在我小的时候，您讲的故事全都是虚伪的。不，你错了。我没看错，我现在把您看成是残暴的没有人性的人。可是多蒙居民对您还心存幻想，他们要讲的话我一定要讲出来。金明小姐，在您的眼里我是一个残暴和没有人性的人吗？我从不滥杀无辜，我是个军人，我只是在战场上对我的敌人毫不留情。这是战争。这不是战争，这是侵略者对无辜者赤裸裸的杀戮。你去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。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枪杀无辜的孩子，只是因为孩子扎破了他们的轮胎。他们把平静生活的居民从家里带走，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。他们当着医生的面枪杀他的病人，只因为他们想告诉医生，生命是可以取乐的。将军，这就是您的战争，这就是你追求的目标吗？那些事该是太保干的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我对这些行为也深恶痛绝。作为占领军在比利时的最高长官，制止这些深恶痛绝的行为，难道不是你应尽的职责吗？有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。将军，您怯懦，您和我一样，这些青年去炸火车只是出于他们本能的反抗，而医生只是履行医生的职责，他们有罪吗？他们四个不是军人，是平民，你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领回来。可是如果让他们回家，他们还会进行反抗吗？我不敢说，除非德国人也回家。将军，如果有人占领了德国，您会不会反抗呢？好吧，让我看看能不能为你做点什么。谢谢你，谢谢将军。啊，拉丽特小姐，请给我来一杯咖啡。金玲小姐，你真是长大了。将军，他们的亲人都为他们担心，我想去看看他们行吗？
当然，一会儿让胡了陪你去。谢谢将军，那我告辞了。啊，请等一等，请等一等好吗？告诉我，金陵，你那些话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残暴和没有人性的人吗？我现在也说不清，在我记忆中，你是那么善良仁慈。刚才我听到了您的琴声，我知道您的良知没有泯灭。恕我直言，现在的您和我记忆中的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？你认为一样吗？不知道，我也说不好。有的时候我都有点认不出我自己来了。金陵，你能知道我的那种感觉吗？有一种东西，你一直坚信它，一辈子都在追求它，可突然之间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正义和良知？不，这几个字太空洞了，而实际上要更加具体一些。将军，并不空洞。如果您一生中所追求的东西与这几个字没有关系，那么它真的值得您去追求和坚信吗？你说的这些话，我好像过去跟你说过。您记得不错，许多道理都是当年您讲给我听的。我走了。多，埃德蒙，你们在吗？是金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的人都好吗？玛格丽特好吗？我妈妈好吗？好，是村里人让我来找霍夫曼将军的，他答应帮助我们，你们的事有希望了。真的？真的？维克多，维克多，你还好吧？他们没有折磨你吧？维克多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回去吧，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。霍夫曼将军已经答应帮助我们了，你就要回家了。我和玛利亚妈妈等你和埃德蒙回来。埃德蒙，埃德蒙呢？埃德蒙，快，金小姐代表你妈妈来看你了。是你，金小姐。埃德蒙，他们打你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你看，我说你会和罗杰他们在一起的，玛利亚妈妈还为你担心呢，她怕你会受不了德国人的折磨，这回她可该放心了。埃德蒙，这么说真的是你？金陵小姐，你就对他说，霍夫曼将军答应帮忙，他们死不了了。我们不再怪埃德蒙了。叫我怎么开口啊？迟早总要说的。
我想好了，我们不告诉他，等艾德蒙回来吧。玛利亚妈妈，告诉您个好消息，维克多和埃德蒙他们快回来了。埃德蒙快回来了。玛利亚妈妈，您怎么了？那件事是埃德蒙干的吗？什么事啊？玛利亚妈妈，我饿了，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你是不是新烤了面包？我这就去吃啊。金亮。是他干的，他把洛杰他们出卖了，是吗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来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告诉我，是不是？上帝呀，上帝呀，我的上帝！玛利亚妈妈，别这样好吗？别这样好吗？埃德蒙是被迫的，他们用狼狗咬他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若姐他们都原谅他了，再说若姐他们死不了，村里人也会原谅他的。可是克林德呢？克林德因为他死了，就算大家都原谅他，克林德还能活过来吗？玛利亚妈妈，别这样，是盖世太保太坏了。金玲，你走吧，我累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玛利亚妈妈，你走吧，我累了，去吧。玛利亚妈妈，您说过您这辈子什么没有经历过呀，这件事您可一定要挺住。再说维克多不在家，如果您躺下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活着，我要活着看到艾德蒙。你走吧。上帝呀，上帝呀，哦，人，上。这是盖世太保的案件，对此案军方无权插手。我亲爱的少校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他们炸的是军列。将军已经向柏林做了汇报，柏林指示此案交由军方做全权处理。难道您想违抗柏林的指示吗？好吧，我们盖世太保会注意军方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的。将军，您说怎么办？战争是军人的事情，不是平民的事情，而他们是平民，他们本来可以平静的生活，可他们却选择了反抗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敬重他们。此案已经引起了柏林的注意，全部释放是不可能的。再说还有安德鲁。必须有人要为这件事死，把软骨头处死。埃德蒙，出来！为什么只叫他一个人？叫他去干什么？少啰嗦，叫他出来！也许我的时候到了，洛杰让我去吧。
该为我的错误做出补偿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我身上的。但愿克林德的灵魂能原谅我。埃德蒙，不要折磨自己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我也是。大夫，请你照顾我的妈妈。谢谢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把她当成我的妈妈。把我们都扯进去的，我求求你别说了，都是你养了这个好儿子。燕可住嘴，亏你还是个男人呢。少校，主谋押来了。哦，什么？他是主谋？霍夫曼将军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，他招供了。埃德蒙，你在发抖？埃德蒙，转过脸去看看那是什么。炸火车，你真是主谋吗？嗯，说实话，谁是主谋？妈呀，说，简直是说妈。那么上绞刑架的就是你。是我，是我。那好，把他押上去，马上绞死他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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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是他的妈妈？妈妈，你要坚持住。我的妈妈，站出来。我你干什么？找死吗？妈妈，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孩子，你受得了？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你已经错了一次，不能再错第二次。妈妈，他们要绞死我。孩子，我们都有一天要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大家会在那里团聚的。我要面无愧色地面对大家的。你们还等什么？绞死他！绞死他！我妈妈，背着我，妈妈，我怕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想死。很好，那么就把真正的主谋说出来，我保证你可以马上跟妈妈回家。妈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好，好吧，让我来问他，让我来问。哎，转过脸来看着妈妈，埃德蒙，妈妈爱你。爱的梦，妈妈不想让你受痛苦，等着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会来陪你的，会陪你的。拉住他，拉住他。
亮妈妈，您终于醒了。杨口，玛利亚妈妈醒了。玛利亚，你好了吧？我好了，孩子。孩子吗？他死了吧？他死了，是我亲手，我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。妈妈，我生他的时候正在田里，没来得及回家，就把他生下来了。我看他一身血污，就用瓦罐里的水把它洗干净了。别的孩子在教堂里受洗礼，神父告诉我，埃德蒙将在懦弱中受难，在受难中洗净自己的灵魂。埃德蒙是我自己把它洗干净的，这一回我又把它洗干净了。是的，您把他洗干净了，他是干干净净上路的，他到死也没有说什么。是我把他杀死的，我的儿子。玛利亚妈妈，您不是还有儿子吗？您不是还有央克吗？央克，谢谢你。妈妈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们一起等维克托回来。嗯，我怕等不及了，我要陪我的埃德蒙上路。我答应过我要陪他的，他是个胆小的孩子，一个人在路上他会害怕的。妈妈，你别这么想，以后我能叫你妈妈吗？你就是我的比利时妈妈。哦，上帝是仁慈的，上帝是仁慈的。妈妈，今天真漂亮，终于等到若姐先生回来了吧？若姐没回来，威克特先生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哦，上帝啊！啊，你别急，我去问一下啊。哦。威克特，你没事吧？玛格丽特在外面，她说若姐没回家。若姐没回家？我们一起被押回到镇上，然后。然后呢？你好好想想，他都急坏了。然后安德鲁叫我们走。
然后他叫住了罗杰。对对对，安德鲁叫住了罗杰。安德鲁？对，他说还有一点事要问罗杰。天哪，谢谢你。哦，不客气。也许他今天晚上或明天就回来了。他会不会是被盖世太保留下了？是军事法庭判他无罪的，盖世太保也拿他没办法。你先回去吧，如果他明天还没回来，我再去帮你问问霍夫曼将军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肯为我再去找霍夫曼将军？嗯，我太爱他了，不能失去他。你不会失去他的，你先回家，也许他现在已经回来了。嗯，爸爸，罗姐呢？玛格丽特，来，孩子，你坐下。爸爸，金玲说罗杰不会有事的，也许今天晚上他就会回来了。玛格丽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的儿子能找到你是他的福气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去问过了，安德鲁把他重新带回盖世太保总部了。不，我们会想办法再救他出来，金小姐一定会再帮忙。可能是盖世太保，玛格丽特，这是战争，战争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爸爸，您的意思是说，玛格丽特，也许我会失去我的儿子，你会失去你的丈夫了。不，不，学会，你一定要学会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枪瞄着他？少校，那不过是一条狗。正因为是狗才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对动物应该比对人更加怜惜，懂吗？自从战争以来，我只对动物怀有柔情了。少尉，我知道你正在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，可是让我告诉你，你离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还差得远着呢。是。少尉，我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你不觉得你叔叔处理军列爆炸案件的态度有点可疑吗？少校，你在怀疑我的叔叔？作为一名盖世太保，你要学会怀疑一切人，哪怕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据我所知，那个中国女人去找过你的叔叔，然后你的叔叔就让军方接受了这个案件。你在调查我叔叔吗？我谁都调查，我说过，哪怕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明白了。艾利克，记住，我们盖世太保是直接向元首负责的，我们要盯住一切可疑的人和事，你要注意你的叔叔。是，少校。报告少校，外面有一个女人找您。女人？他来了，我知道他会来的。谁？那不是罗杰的妻子吗？他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少尉，你可以走了。
记住我的话。是，少校。让他进来。是。陆先生，玛格丽特，请进，快请进。啊，能为您效劳吗？啊，安德鲁先生，军事法庭已经宣判我的丈夫无罪了。维克多跟谢里都回了家，为什么他没回来呢？啊。原来您是为这事来的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怕是爱莫能助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他回家？玛格丽特，据我们调查，列车爆炸案，事实上您的丈夫是主谋。绝对不是他，爱德蒙不是亲口承认了吗？那愚蠢的谎话又能骗得了谁呢？你没看见吗？埃德蒙的那副样子可能吗？我们绞死了克莱尔，您的丈夫是在为他的妹妹复仇。安德鲁先生，请帮帮我们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您不知道我多么爱他。哦，您这么爱他，为了您的爱，您肯为他做点什么吗？我什么都肯做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比如，把您的爱分一点给我。上帝，您在说什么？安德鲁先生，您是位绅士。哦，您不肯？您不是刚刚说过愿意为您的丈夫做任何事情吗？怎么说，您不想让您的丈夫回家了？上帝啊，请不要逼我做这种事情。您是个仁慈的人，求求您放他回来吧。我当然不会逼您，我是在要求您的爱。我不能强迫您把他给我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什么事都可以商量。玛格丽特小姐，您长得可真漂亮。我第一眼看到您的时候就被您给迷住了。安德鲁先生，请您不要。不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您对我一直有误会。我是说，您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的洁白。我这儿有一套首饰，配在您的皮肤上一定非常合适。谢谢您的好意，安德鲁先生。但是我不要。我没说送给您，我只让您欣赏一下。您过来，这种首饰我敢肯定您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您瞧，这颜色，这质地，来，戴上试试。漂亮吗？象牙的吗？不是，是人的骨头做的。这首饰是我从波兰带来的，这首饰的材料非常难找。
儿童的太软，老人的太脆，女人的太柔，只有青年男人的最合适。比如说像您丈夫的。多美呀、啊、您在人间见过这么美的艺术品吗？知道吗，玛格丽特，制作它的工艺是很复杂的。首先你要仔细地挑选候选人，其严格的程度就像您在挑选供奉给上帝的贡品。其次，被选中者的死亡方式和死亡时间都要科学。毒气室被证明是一种最卫生和最有效的死亡方法，可对它不行。毒气会使人的骨头发黄，用枪毙的方法也不行。当被选者得知死亡的时候，恐惧会使他的骨头变成黑色的。绞刑也不行，突然窒息血液会使人的骨头发红。最好的方法是使他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死去，然后趁着他还没完全咽气就……上帝啊，求求您了，别再说了。如果您不救他的话，也许有一天我会送一套新的首饰给你，可以吗？您愿意分一点爱给我吗？真遗憾，太遗憾了。锦鲤，锦鲤，锦鲤，谁呀？哦，玛格丽特，是你。金玲她陪着维克多一起出诊去了，你有事吗？哎，孩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